好了，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马里奥赛车大赛版吧。我原本计划再玩一次马里奥赛车旅游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大赛版，好像一点进步都没有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这个叶子杯，因为我们叶子杯是第一上。如果这次有过关，如果这次有达到标准 A 的话，我们下次就会来录那个星星杯的，两个都低，烂，真的。勾勾勾，才有五阶表。哈，这里还可以走，我这好像要特别久。哦，那东西还有测试。丢乌贼呀！还好我差一点没有看到。哎，我有绿龟哦。游戏实在是太 GP 人了，在那放一个定位的枪口，我觉得应该敲不到去。支持。有没有大战啊？不要撞我们这个地图，要敲不到去就会。谁呀？谁把我撞死？我看我能不能撞死。炸到了，他第一名要死。哦，谁呀、你们都已经有一个道具，就把道具留给我一个村，就不会想快乐吧？好，我为民除害，我为大家除掉一个火灾，而且让自己也拿到第一。有人敢超过我，就用这相机秒他，把那个人给 KO。走开！是啊，绿龟。不过我明天就不会上传这么多影片，因为开始要准备跑了。看你知道了。可不可以挖一下耳朵啊？好低呀、在我们踢到我还算是别的啦。啊，你那样跳我还觉得你很白痴。OK， 抓一下耳朵，好痒。然后过去一点。好，这样，这样子应该比较准吧？对嘛，就是要这样。好，我们目标是 A， 是最底层的目标。谁呀？谁那么多香蕉皮？哇，你丢三个，你今天哪里丢？不要一直给我红龟啊，这红龟都无用啊，我不是第二名，难不成要炸我自己？三颗香蕉，放一个在这里，啊，那就中奖，中奖。
拜托，这次都千万不要有给我射红龟蓝龟。
第一页，赞，欧耶，不错吧？好，最后一关了，拜托这关保持第一，我最后可能可以达到目标。四大变身，看我们那个节目。我呆了，我去死了。回来，不玩咧。我呆，他就把这个舞台设了。好，马里奥，去死了！我知道这关是你的。你有需要这样吗？你那边花样我懂不懂？看吧。我乌鸦嘴是很准，接下来呢，我在这边放一个定格纹章，好，三个加油瓶保留，因为一定会有很多红龟跑来追杀我，感觉那些旺旺，我就说吧，看这旺旺打死我。唯一就是这个香蕉皮挡不住乌鸦龟，谁呀？要咬我？你一个人抢两个关键，真怪！七二三个香蕉皮全部给他了。耶！一颗星蛋啊，我们达到目标了，帅！